古人以四时配五行，秋属金，金色白，故以白露形容秋露。白露，天高云淡，气爽风凉，昼夜温差较大。在南方有这样的说法，秋林夜雨多。广州市花都区赤泥镇的瑞岭盆景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聪明勤劳的花农会顺天行事，这个节气正是盆景修建的最佳时候，阳光充足，又有雨水的滋润，修剪过的盆景会很快发新芽，特别适合生长。罗汉松在这个时节即使不施肥也会不断长出新枝，就是因为阳光的光合作用和雨露的滋润。让我们在白露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气里，与自然同呼吸共生长，感悟生命的无限可能。